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，又到我们悉尼这边的鱿鱼还有黑毛季。今天早上的话，我们就来试一下抽鱿鱼。好吧，Squid 又失败了，我们再试试别的呗。今天早上钓鱼的话是一个临时的决定，所以呢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到要钓黑毛的窝料，只能使用在家里面长期都有备着的鸡饲料、猫罐头，还有燕麦来做钓。今天的话，我们使用的钓组还是和上一期视频介绍的一模一样。我老婆使用的话就是基础版的飘钓钓组，我使用的话是进阶版的飘钓钓组。如果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的话，可以回看我上一期视频。钓了一会之后呢，我们发现今天是完全没有大型湖鼠鱼，所以我老婆又把她的钓组换成了和我一样的。每一次钓鱼呢，其实它的钓况都不一样，不一定说哪一套钓组比较好。我一般都是两套都试，哪一套比较好的话，我们再更换钓组。哇！吓，正啦！我等得你啊！哎呀，真系我避唔开你啦！中，咁快？黑毛，我真系你俾我开口中啊！过嚟钓黑毛，使唔使帮你啊？帮啊！帮啊！可能呢條都夠 size 喎。31，第二竿就中了條魚，還不錯。中了條咩啊？哇，青衣。好肥，好大條啊！嚇，你要我同你解啊？每次我走开的时候，就是我老婆中鱼的时候。她刚才中了一条青衣，那暂时先放在这里吧。自从上一期和大家分享了我和他们去钓鱼的时候，每次为什么都是我在中鱼之后。他现在就站在我旁边，然后一直往我窝里面，一直往我面前里面甩，你还没办法说他，气死我了。哦，中，又是黑毛啊，我应该是，点知白毛啊，一系就。虽然你竿已经怼到我竿子的旁边，但是姜还是老的辣，还是无上。不过我感觉它怒气是快涨满了。大家看冷下水的位置，直接怼到我面前。如果旁边是钓友的话，我已经一脚把他怼到海里面去了。哦，不中勺，不中勺，烧烧烧烧，不中勺，不中勺，烧烧烧烧。OK， 哇，打野打野打野，咩嚟噶？哇哇，好大条喎！哇哇哇，慢啲慢啲慢啲，好大条，哇，超大条。
喂，唔好收咁埋。咁你而家想我点啫？哎呀，我攞上嚟啦！怒气值长满就是不一样，不但飞鱼拍脸，还直接上了一条40左右的贵，太牛逼了！40几绝对有，妈咪，呢个系你的 record 嚟嘅又系。我同你量下，量咗我哋放咗佢40几嗰啲杯，我哋唔 kill。啱啱好40啫，40。点样样衰啲几时都咁靓？啱啱好40，我仲以为你会 break 埋我的 record 添，42，我仲要系喺唔食得嘅水度钓，喺 Parramatta River 嗰度钓。中艇啦，应该系 Aquarium 嚟啩。我青衣，叫唔叫啊？收啦，再收啦，再收啦！你挂到我，我同你讲，你挂喺石度啦。哇系，哇系，哇系，哇黑毛啊！冇得，哎呀，我咁样飞又断杆噶。喺度嘛。中，哎，要打住啦！咩嚟嘅？青衣又系青衣。诶，乜鬼嘢？剥皮鱼？啲黑毛仔啲戰鬥力真係好勁嘅，掹掹掹！啲沙丁真係好喐都唔喐嘅，點解？又係黑毛？下面一波黑毛，下面一波全部黑毛啊！大爷，大爷，应该黑毛嚟啊！睇睇睇，诶，黑毛黑毛，哇，呢条够 size 啊！你 keep 噶嘛？
如果高了，冰龟一会应该高了罢了。潮水涨上来之后，浪变得非常汹涌，所以我们决定的话，拿到安全的位置测量一下，看这条够不够尺寸。哇，这条都大条喎，我觉得。看着我桶啊，看着我哥把这个弄落来啊。这是够。31。8:00+啊，而家系咯，咪差唔多，钓多一阵都差唔多收啦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哇 ，OK 咩嚟嘅？黑毛啊？黑毛啊？钓沙丁都钓到黑毛嘅。喂，呢條又可能夠曬一次啦，又係。誒，吞鈎添喎，沙丁你都食啊？我第一次用沙丁釣到黑毛嘅。我們繼續看這條夠不夠尺寸啊？連續三條黑毛了，也是夠了，32。妈咪，保安，大爷一条，哎 ，Brim， 原来系，同你咁焦条可能差唔多。哦，唔到，呢条37啊。哦，你呢条大条，呢条细。呢条 keep 唔 keep 啊？非常漂亮，哇！我们这么大的 brain 一般我就骗了，差不多吧。好了，现在大概是9点多吧。我们今天工作之前来这边钓一个早上，6点钓到9点这样子。今天收获还不错，真的黑毛季已经来了。我们随便钓都挺多的，我都没有针对说黑毛要用面包窝什么的，而且我们虾都没多带，都能钓到5条黑毛，虽然只有3条够 size， 但是内湾来说其实已经相当的不错了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